我哋《龙情物语》咧，好快就一年啦。六月一号咧，将会喺《龙情物语》嘅1周年。多谢多谢。跟住咧，距离依家咧，仲有2个星期嘅啫。咁时间有限，我今个月其实都有好多嘢做，所以话未必够时间搞搞心意事，但系都要搞。但至少咧，應該喺6月1日開一場特別嘅 Zoom 嘅直播，睇下我哋可以準備啲乜嘢俾大家開心下，開心下。飲可樂，哇，冇線。再次多謝呢一年以嚟咧支持《龍情物語》嘅好朋友。到底佢哋有幾咁支持我咧？咁我講啲嘢俾大家聽下。好似馬來西亞依依啊，佢個女兒話俾我聽咧，依依咧冇乜用電腦嘅，好少用電腦手機嘅，更加唔使講話用《龍情物語》呢個網站。但係依依同佢講咧，無論點都要幫佢整好呢個《龍情物語》，就係因為好似依依呢一種例子咧，我始終相信，如果想做一件事，無論有幾難，都一定可以做到。多謝阿玲，多謝李鳳山的李鳳山的平甩功，怎麼樣甩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又開始調皮了。好像馬來西亞依依咁咧，佢唔用電腦，但係佢都會揾辦法叫佢個女幫手。幫佢即係入到呢個龍情物語嘅網站。咁同樣咧，如果唔想做嘅嘢咧，都可以揾到好多理由。係啦，即係咁啊，好似玲姐啊、福伯啊、龍文女將啊，由初時咧搞唔掂嗰龍情物語點樣登入，到依家咧仲叻過我，幾犀利！咁有几位朋友咧，其实呢一年都未搞掂点样用《龙情物语》，但系佢哋有几爱护我咧，即系为佢哋为咗支持我呢一年咧，都有继续坚持做会员，冇放弃呢个《龙情物语》。但系我都希望你哋可以尽快登录啊！多谢红帽姐姐转达三藩市谢女士嘅支持，多谢你嘅 super chat， 多谢。另外咧，有啲朋友咧，雖然冇任何技術上嘅難度，可能因為工作關係或者有其他嘢忙咧，佢哋都好少參加 Zoom 嘅直播，但係依然繼續支持我。佢哋好多咧，一直都好少出聲，甚至咧好少見到佢哋留言，淨係默默咁支持我。其實仲有好多朋友咧，好似范姐啊、郭先生啊，仍然咧用其他方法支持我。其实呢一年嚟透过《龙情物语》咧，令到我咧，深深体会到你哋对我嘅支持，多谢你哋，多谢。咁我哋会继续谂办法改善呢个《龙情物语》，希望咧可以揾到更多好玩嘅方法同大家一齐玩，就好似我今朝早发布关于网红歌嘅贴纸咧，你哋估下？会唔会又系一个《龙情物语》嘅新玩意呢？个机又话俾你哋听下，未俾赞嘅朋友俾个赞我，依家过咗1000人，希望你入到嚟嘅朋友俾个赞，俾个 like 我，唱多首歌俾大家。夜里风雨声，骤如像故事，入了心似空，想到了旧时，就算多叹息，毫无意义。人才在我世界像天冠意，活太多眼睛，真挚未变异，但太多痛楚，跟你对望时，幻幻的世界。顿成往事，为何恨意安慰似梦似诗？如不懂得放手，摆脱更多诅咒，就算他朝远方回头，
是谁在你我温暖左右，如梦里尴尬似各自颤抖，能分开可永久，但未觉得拥有，泪眼枯干到心内流，若然望见了都要去忍受，如像要对我说往事不够。多谢。没太多冷静，真挚未变异，但太多痛楚跟你对望时，幻变的世界顿成往事，为何恨与安慰似梦似诗，如不懂得放手，摆出更多诅咒，就算他朝远方回头，是谁在你我温暖左右，如梦里尴尬似各自颤抖，能分开可永久，就会觉得拥有，泪眼枯干到心内流，就如像你我都要去忍受，如像要对我说往事不够，如不懂得放手，摆脱更多诅咒，就算他朝远方回头，是谁在你我温暖左右，如梦里尴尬似各自颤抖，如心伤得太久，可会觉得罕有，泪眼枯干到心内流，若然梦见了都要去忍受，如像要对我说往事不够，谁能够透过我眼泪猜透。多谢，多谢你哋俾我咁多赞啊！多谢，如果依家入边我哋直播入边有心嘅朋友咧，如果你觉得我唱歌不是太难听嘅话咧，可以俾个赞我之外，可以关注一下我嘅频道，系啦，关注我啊！多谢你哋。跟住第二时咧，我有咩新歌啊，或者我做直播咧，你都可以收到个消息通知，唔会 miss 咗，系啊。多谢你哋，唉，相识是缘分啦，喺网络上边可以有幸遇到大家，有幸得到大家嘅宠爱同埋支持，都系一种好好好难遇到嘅缘分。喺度再次多谢你哋，希望你哋身体健康，日日都开心啊，食得瞓得，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，拜拜。